局长，掌声欢迎局长好。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次活动的评审委员们，以及接下来欢迎我们国立高雄餐旅大学餐饮管理系以及餐旅学院院长刘社会院长，欢迎您。接下来欢迎我们国立高雄餐旅大学饮食文化及餐饮创新研究所副教授石明贵副教授。接下来欢迎唐新子负责人吴宣汉吴负责人来到现场。接着呢，欢迎我们的简忠贤主厨，欢迎您来到现场。感谢各位长官、贵宾和餐厅代表的莅临跟指导，我们。我们刘院长哈，以及刘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哈，那的博士哈，那的老师啊，那的子族哈，以及我们今天非常恭喜的哈，让各位得奖丽色餐厅那的主持，让各位领导以及现场所有市民朋友大家好哈，大家好，谢谢。今年哈是比较特别哈。绿色友善餐厅的评鉴哈，因为绿色友善餐厅的评鉴哈，其实农业局从2001年就开始在推动哈。那今年为什么会比较特别呢？因为也就是由刘院长所率领的团队哈，大概经过7个月的评鉴哈，产生的哈45家的绿色友善餐厅。那么今年。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首次哈，我们来举行这个颁奖授奖的仪式哈。那过去大概我们就是以前就是1年或是2年来评鉴一次哈。那今年就比较慎重，所以特别就举办这个授奖的仪式哈。那刘院长团队也是非常的用心哈，非常感谢他们因为在整个评鉴的过程当中哈。其实也不是说随便的评鉴哈，大概团队也设定了哈6大的这个指责哈，这6大指责大概第一点就是节省能源的节省哈，还有环境的保护哈，绿色安心的饮食，还有绿色行动。第二点就是永续经营，还有第六点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卫生哈。我想。经过这6大指责的评鉴，而且经历了7个月哈脱颖而出的这45家的绿色友善餐厅，我想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哈。我也希望说今天所评鉴出来这些绿色友善餐厅哈能够在各个领域哈对我们整个高雄市的农产品哈能够来在地食材来加以推广，而且。来推动我们的食农教育哈，让我们高雄市整体的这个产业哈能够永续的发展，让我们高雄市所有市民朋友对我们在地的食材有更一层的认识哈，进而来喜爱我们高雄市所有的这个农产品哦。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刘院长所率领的团队哈，能。在7个月这么辛苦当中，评鉴这45家这个绿色友善餐厅哈，我想未来这45家都是我们整体高雄市的一个绿色友善餐厅、农业永续经营的一个代表哈。那透过今天的这个授奖，我也希望说我们整体高雄市民或是外来的朋友看到每一家餐厅有得到这个奖项的。那么当然就是一个安全卫生哈，而且通过评鉴的一个保障了哈，希望大家也都能够踊跃的去光顾我们这些所评鉴出来的这个绿色友善餐厅哈。最后我也希望说非常感谢哈刘院长所率领的团队的辛苦评鉴出来这45家的绿色友善餐厅，那也非常谢谢哈。今天我们这45家来到现场哈参加这个奖项哈的颁奖典礼哈，我希望透过我们45家的推广，能够好好的针对我们高雄市的在地食材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推广，
也好好的哈来落实我们的石龙教育。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谢谢。感谢我们的局长为我们说了几句话，而且我们消费者严格把关，执行今年度严谨多元评鉴的评审团主席高雄餐旅大学餐饮管理系教授及我们餐旅学院的院长刘秀慧院长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我们的刘院长。啊，谢谢局长，还有农业局的团队，还有那个我们的评鉴委员，还有今天得奖的绿色友善餐厅的业者主管们，还有市民的高雄市民，大家午安哦。那今天很开心能够站在这里哦，因为疫情的关系，确实打乱了很多的评鉴的一个提成哦。那如同刚刚局长所讲的说，这个评鉴确实是比较难，因为台湾目前来讲比较有名的跟绿色餐厅评鉴相关的，就像绿色宣言啊，譬如说像我们的有机之星，这个还有溯源餐厅，那就属我们高雄市农业局这个最严。那因为委办单位是我们国立高雄餐旅大学了，所以我们是用比较严格一点点来看待这一个评鉴指标。所以指标里面当然就除了刚最基本的餐饮、最基本的食材而已，那当然相对的，在这一次的永续的议题之下，包括能源的节省、员工、消费者的训练，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实践，因为你光有理念，可是你真的没有去做也没有用。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一个餐厅我们认为说一定要能够值得推荐，然后帮我们做餐桌把关，这个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厨房跟外场的这个安静安全。而且这个指标里面，即使你通过在这一个部分，你如果没有达到我们的基本门槛的分数，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基本来讲，这一个指标确实是比较严格。所以这个指标其实它源自于美国的1990年所美国绿色餐厅协会所创造的一个评鉴指标。不过我们经过修正，所以每一年我们评鉴的委员，其实在要评鉴之前，我们会再重新的再训练。最重要的重点重新训练是来检视这个指标到底能不能够业者做得到，因为我们不能设一个很难的指标可是是业者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会去调整。所以我想今年是明年的话我想应该是第10年了，所以今年是第9年。所以在这9年里面，我们大概做了大概9次的评鉴指标的一个评审。所以不，我们每一次的评鉴之前，我们都会要求就会邀请我们的评鉴指标委员做这样，那我们会做一个模拟的评鉴，让我们的委员能够有一个共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说，因为疫情，其实我今年的市政府给我的一个农业局给我一个 KPI 是45家，那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因为在这一个疫情里面，因为生意的关系，所以有10几家的餐厅是暂停的一个停止营业。可是我本来很担心的事情是觉得我要去哪里找另外这10几家的时候，我发现今年这一年的这7个月的评鉴，我发现我比较轻松。为什么？因为已经是趋势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局长刚刚所讲，我们是从101年农业局就开始正式推，那高餐团队是102年正式的开始承接这一个评鉴，我觉得是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是什么？餐厅它最大的一个很关键点就是成本，可是我们要用到履历以上的能够溯源的成本，其实是不容易。那这个真的是今天得奖的，真的是受之无愧，因为他们在食材的把关上面都是用这样的精神去做。而且在我过去的几年里面，我发现有的餐厅是越做越好，真的你去看到他的那个单据拿出来，你会觉得说你不来这里吃饭，你去哪里吃啊？所以我以前都会跟局长说，农业局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了，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月能够去一家我们的绿色友善餐厅，然后我们消费者用我们真正的行动去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那我做这一次的一个评鉴，我觉得我自己跟我的团队收获最多的是看到这些业者真的很用心的去把关，然后去把食材找出来。那你支持食材，当然你就是去支持后面的什么供应商。所以我们每一次去参访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业者都会跟我说，哎，老师，我们现在用这个啊，我们用这个。所以今年事实上我也把比较好的供应商都累积出来，所以我等我再整理比较清楚的时候，我会再公布给大家。所以我希望我们用吃去把食物的争议怎么样翻转过来，我们用吃的方式去把关我们的餐桌，让我们消费者不用说哦，在外面吃东西要按又
不放心哦。那我相信大家经过这一次的一个评鉴，其实是不容易，因为评鉴真的很难，而且我们去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所以今天能够获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哦。那很多的事情你们都已经超乎评鉴指标，这个是我看到的。那未来我也希望说高参的力量，然后农业局的力量或是市府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为我们这一群这么友善的餐饮业者继续的一起往前走哦。那也打造我们高雄市成为一个永续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那今天我们也是首度把评鉴指标分成第一次，我们是第一次把评鉴的结果分成有多班的一个六个奖项跟一个年度的卓越奖。那这个对老师的团队来讲也是很伤脑筋，都这么好怎么选，所以我们其实开了很多很多次的会议哦。我觉得通过就不容易了，得奖呢是再次的肯定。那我在过去的评鉴里面，我也发现我们这一群的业者真的是不藏私，常常有什么就会互相的交流，产地的观摩或是彼此的交流，我觉得打造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所以我未来也期待高雄绿色友善餐厅能够透过绿色餐厅供应商，然后提供我们餐厅很棒的一个用餐的环境，打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永续的循环。那我代表我们的团队，谢谢局长还有农业局给我们很好的机会，因为通常我讲什么你们都很相信我哈，所以让我们一路评鉴的指标可以走到今天。那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团队非常觉得非常的光荣，再次感谢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要用行动去支持我们的绿色友善餐厅，谢谢。感谢我们的刘社会院长。在地食材奖，迪利印度健康蔬食坊李品林负责人。恭喜！紧接着呢，是我们老万 Kitchen 欧陆厨房杜昭颖副主厨。掌声欢迎，恭喜。接着是我们新窝粮行梁新宇负责人来到舞台上领奖，恭喜。友善绿厨房奖 H2O 水晶站国际酒店金月轩中餐厅，以及我们 Ripple 西餐厅周黄建文行政主厨上台领奖。恭喜。接着颁发寻味绿餐盘奖，思想起文化厨院杨昭景院长来到舞台上领奖，恭喜。恭喜！接着我来颁发绿色行动实践奖，巨蛋旅店盖亚蔬食庄昭琪副总，掌声欢迎。恭喜。接下来颁发寻味食材创意奖，低价挑食餐厅蔡义达行政主厨上台领奖。恭喜主厨。接着颁发绿色永续经营奖 Thomas Chan Restaurant 邱宏俊主厨上台领奖，掌声欢迎。恭喜。紧接着呢，颁发我们年度绿色卓越奖汉来蔬食博物馆店巨蛋店陈燕玲主厨，欢迎您。好的，接下来欢迎我们艺廊创作寿司中研店以及美术店的郭文胜副总板前长来到舞台上领奖，掌声欢迎您。
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局长可以先回座稍作休息一下。那以上的餐厅呢，都是我们高雄在地以诚实为宗旨出发，落实永续经营理念的绿色友善餐厅。而今天的活动呢，我们也很特别的邀请到我们 Thomas Chen 天才餐饮事业群庄凯妮品牌经理代表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大家好，因为今天简师傅临时有事不能出席，我就临危受命上台了。首先，我先谢谢高雄市农业局团队以及农业局长张局长，还有秀慧老师跟评审团队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各位在座的高雄绿色友善餐厅的伙伴们在这里一起出席这一场活动，十分荣幸。那我想说，有句话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一直相信，当大家共同在农业局的支持下，以及评审团队的给我们很多的指导，跟给我们很多的方向，还有各位伙伴的共同努力下，从产地到餐桌，从环境的保护再到地球的永续，甚至于从整个餐饮产业到消费者的饮食正义，我相信一定可以形成一个善循环正向力量，让我们大家继续一起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再次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感谢。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刚刚呢我们领奖的几位获选的餐厅来到舞台上呢。Hello。Hello。得奖的餐厅比个赞好不好？好。来，赞。选的餐厅呢，我们这次入选的餐厅非常的多，那我也要先请我们的局长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欢迎。好，接下来呢，我要来唱名接下来获选的餐厅，然后获选餐厅有唱到名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舞台上，我们的局长会颁奖。接下来呢，要来首先欢迎 Alonda 意大利曼氏厨房江逸轩厨艺总监，掌声欢迎。来，我们看前方拍照留念。紧接着呢，是我们的金价挑食餐厅蔡依达行政主厨，恭喜！好，我们看前方。那紧接着呢，是我们 H2O 水晶站国际酒店金月轩中餐厅的邹子文行政副主厨来到舞台上方，恭喜您！我们看前方拍照。接着欢迎 H2O 水晶站国际酒店 Ripple 西餐厅包俊彦总监，恭喜。紧接着呢，要来欢迎我们 Lovin Cafe 徐佑礼主厨来到舞台上。好，我们看前方摄影师的位置，恭喜。接着欢迎 The One Kitchen 欧陆厨房杜昭颖副主厨来到舞台上，恭喜。恭喜。接着欢迎我们 Thomas Chen Restaurant 邱宏俊主厨来到舞台上方。好，恭喜。接着呢，欢迎水盐蒸料理许宽博负责人许博纯主厨，恭喜。好，接着欢迎巨蛋旅店盖亚初食庄兆琪副总，欢迎我们的副总，恭喜。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好市集手作料理黄颖主厨来到舞台上，恭喜恭喜。欢迎我们 Pasatina 法式餐厅、 Pasatina 意大利屋以及 Pasatina 烘焙坊合体旗舰店的曾炳华主厨，掌声欢迎，恭喜。好，接着欢迎我们波波加洛西式餐馆钟义景副主厨，我们欢迎我们的副主厨来到舞台上，恭
恭喜您。接下来要来欢迎我们思想起文化处院的杨昭景院长，我们邀请我们的院长来到我们局长这边，跟我们局长一起合照留念，恭喜。好的，紧接着要邀请我们蝶恋印度健康舒适坊李炳麟负责人，掌声欢迎。好的，接下来要欢迎野菜村玉成店以及野菜村复兴店的陈耀杰总经理，掌声欢迎。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局长，今天颁了非常多奖项，我们先请局长先回座。那接下来餐旅大学餐饮管理系教授以及我们餐旅学院的院长刘秀慧院长来为我们颁奖。好的，接下来呢要首度来欢迎我们的喜汉鹅绿野乡中的庄雅棉小姐代表，掌声欢迎，恭喜您。好的，我们看镜头拍照留念。接着要来欢迎我们喜汉鹅 Pasta 蔡嘉荣协理，掌声欢迎我们的协理来给我们院长拍照留念。我们看前方。好的，恭喜您。接下来欢迎我们喜汉鹅生机好锅周伟琪小姐代表，掌声欢迎。好，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二三八食房谢俊宇老板以及张雅伦老板娘来到舞台上，恭喜恭喜。接下来要来欢迎我们雅乐厨院以及弥勒餐酒的李毅 Lisa 厨艺总监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恭喜您。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瑞比特早午餐，我们领奖的是非常特别的小头家哦，我们欢迎我们的卢又乔妹妹来当作代表为我们领奖。我们现场的长辈叔叔阿姨们，我们给我们小头家一个掌声好不好？恭喜。好的，紧接着呢要来欢迎我们的艺廊创作寿司中研店以及美术店的郭文胜副总板前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恭喜您。接着要来欢迎我们汉来大饭店服务员台菜海鲜餐厅王志雄主厨，我们欢迎我们主厨来到舞台上，恭喜您。紧接着欢迎我们汉来蔬食佛馆店以及巨蛋店陈彦玲主厨上台领奖，来我们看前方拍照留念，恭喜恭喜。接下来欢迎楼上餐桌康多利我们主厨 康主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接受我们的领奖，恭喜。接着呢我们要欢迎汉品酒店高雄品日料品中信茶楼港都茶楼林俊宇总经理来到舞台上跟我们院长拍照留念，恭喜恭喜恭喜。紧接着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新窝粮行梁新宇负责人来到舞台上方来领奖，也先请我们的院长先行留步哦，一个盼来美食精致海鲜火锅林正伦主厨，掌声欢迎我们的林主厨代表的我们汉来美食精致海鲜火锅来领奖，我们来看前方拍照留念。可以吗？有没有需要调整的？我们餐厅代表的位置都有吗？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场合哦，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可以齐聚这么多优秀的获选的餐厅来到我们的现场拍照留念，所以呢我们每个餐厅代表都一定要看到镜头哦好吗？
你们最棒。好，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平面媒体大哥大姐们的拍照的拍摄时间。那待会呢还需要有一个时间呢是留给我们后面动态的一个后面有动态的一些大哥们。我们数一二三，我们就一起，一二三，高雄绿色友善餐厅赞，好，非常非常棒，大哥大姐可以吗？来，对，准备好哦，我们数一二三，我们再一次，一二三，高雄绿色友善餐厅赞。啊，这一次哈，非常感谢我们餐饮学校哈，我们刘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哈，针对我们今年度哈绿色友善餐厅，经过七个月的一个评鉴哈，终于在很严苛的六大主轴的目标之下哈，然后评鉴出整体上有45家代表高雄的绿色友善餐厅哈，那当然。这些餐厅评鉴出来以后，就是针对我们整个高雄在地的食材来加以推广，然后我们农业局来给他一个认证哈。那希望透过评鉴出来这些餐厅，除了我们在地食材的使用以外，也希望能够协助我们这个食农的教育的推广哈。最主要当然也希望我们这些消费者能够针对这45家经过评鉴的餐厅又能够多多的去捧场照顾他们的生意，因为毕竟由刘院长所率领的团队评鉴出来的这个餐厅因为也是代表一个安全卫生然后节能简单的一些餐厅有一个代表性，希望这些都能够针对我们高雄市未来产业上一个起落的作用，谢谢。所以我们像这是我第9年参加这一个辅导这一个餐厅的推荐，那也很谢谢他们餐厅愿意在这一次的今年度来参加，尤其大家也知道今年的疫情相当的不容易，尤其在成本上面物价的上涨是人力成本的上涨，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压力比较大，可是他们还是愿意在食材这个部分做到至少溯源，然后安全无毒，甚至有的餐厅他还做到有机，真的是不容易。那因为我们的餐厅有大有小，所以我们在评鉴的指标的最低上面，我们就会根据不同的餐厅的类型鼓励它。所以今年也是我们第一次把通过的餐厅再把它分级出来，那我们用了6个奖项跟一个年度的卓越奖来肯定做得更好的餐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从餐厅的餐桌把关，提供给消费者安心的食材。跟安心的餐点，那农业局这边呢，我们也提供了食材的美和。我在评鉴的过程里面很多次那业者跟我要什么食材，我都回过头来请局长这边农业局这边来协助。基本上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到，比如说前一阵子汉来在要一个生瓜，我们马上就帮他做一个美和。那我们就用这样吃的力量，然后去支持我们后面的这些农民。或是像食材的一些供应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方式。那农业局走得非常的，高雄农业局走得非常早，因为从100年就开始做，所以现在我们不管是 ESG 啊 SDGs 来讲的话，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再额外的去从头学习，因为我们早在10年前我们就开始在做。那我想这对土地的友善、环境的永续，从餐饮，我们从很早以前开始。那也谢谢局长，谢谢农业局，谢谢办公室能够支持我们这样的计划，然后带着我们的餐厅，然后往前往永续的路上一起走，谢谢大家。好，谢谢。